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上课。史蒂，老师您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孩子们，上两节课呀，我们学习了两首古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。第一首诗的题目是《宿新西市徐公店》。好，我们来背一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。宿新市徐公店，预备起。宿新市徐公店，宋·杨万里。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新绿未成阴。儿童啼叟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第二首诗是四十田园杂兴其二十五，宋·范成大。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，唯有蜻蜓蛱蝶飞。真不错，我们的记忆力啊，你就是个最强记忆大脑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今天我们来该学第三首。第三首是什么呢？是词，因为课题告诉我们是古诗词三首。前两首我们学过了古诗，那这一首一定是一首宋词。对，诗中的乡村风景让人沉醉，词中也有美丽的乡村风景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词，题目是《清平乐·村居》。你们读得非常正确，再把这个题目读一读。清平乐·村居。对，清平乐·村居。谁写的呀？辛弃疾。好，我们先对他有一个了解好吗？自己试着来了解一下。辛弃疾，南宋词人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历城金山祖南人。词作艺术风格多样，而以豪放为主，热情洋溢，慷慨悲壮，笔力雄厚。他与苏轼并称为苏西，与李清照并称为济南二安，著有词集《稼轩长短句》。好，我们对辛弃疾有了一个了解了啊。他创作这首词的背景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首词啊，作于辛弃疾闲居带湖期间。由于辛弃疾始终坚持爱国抗金的政治主张，从21岁南归以后，他一直遭受当权投降派的排斥和打击。从43岁起，他长期未得任用，就说没有再往朝廷做官了，以致在信州，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县，闲居达20年之久，就是坐的在那里居住着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理想的破灭使他在隐居中更加关注农村生活，写下了大量的闲适词和田园词。大家知道这个写作背景了吧？知道了。好，那你打开课本来读一读他写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要求读准字音，读通句子，会能按照节奏读的就按照节奏读好它，开始练习。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音香媚桃，白发谁家翁媪。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哟呵，读得真不错呀，谁愿意站起来给大家读一读？好，杨先读第一遍。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音香媚桃，白发谁家翁媪。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
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，真不错。水海来读第二遍，可以。清平乐·村居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阴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，大家一起读一遍如何？看谁的声音响亮，让我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声音。清平乐·村居，预备，起。清平乐·村居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阴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看本课《清平乐·村居》这个题目怎么跟其他的两首诗不同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一首词。对，这是一首词。清平乐是词牌名，村居才是这首词的标题。很多词的题目呀，都是由词牌名和标题两部分组成的，用间隔符号隔开，就是这个点儿。如苏轼的念奴娇·赤壁怀古，我们还读过很多的词可以列举出来，前边是词牌名，后面跟的是标题，中间用一个点，哎，间隔符号隔开。词有这首词啊，有两个部分，前一部分词中叫上阙，对了，后一部分词中叫下阙。朗读时啊，这两阙之间的停顿要稍微的长一点，词的每句话字数可以不同，因此词还有一个小名叫长短句。对，长短句，有时候叫词，有时候可以称它为长短句。对，刚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，遇到了这些生字，我们能不能把它读准呢？能把这个词读准吗？能。读锄豆，锄豆，这个剥莲蓬，剥莲蓬，对，锄豆剥莲蓬，没有拼音，我们也可以把它读对，对吧？两遍，喂，急。锄豆，锄豆，剥莲蓬，剥莲蓬。好的，看看这个多音字啊，是谁呀？剥，看看溪头卧剥莲蓬，溪头卧剥莲蓬，还有一个读音是什么？奶奶在家里剥花生，剥花生，它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剥，一个是剥，剥。读剥的时候还可以组词剥削、剥夺。好，剥削、剥夺，剥削、剥夺。它读剥的时候还可以是剥皮，剥了皮儿吃，是吧？我们什么东西都得，好多东西都得剥了皮儿吃。现在我们来读一读剥的时候的读音，读溪头卧剥莲蓬。奶奶好，剥削、剥夺。读剥的时候，奶奶在家里剥花生、剥皮。嗯，好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要求会写的字，你能读准确吗？高博来读一读。毛毛毛，炎炎炎，嗡嗡嗡，赖赖赖，波波波。好的，非常棒，他读得非常正确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读。毛毛毛，炎炎炎，嗡嗡嗡，赖赖赖，波波波。好的。去掉拼音，我们还可以把它读得非常正确。上下结构的字有毛翁啊，上下结构的字毛和翁，那左右结构的字有炎赖波。对，炎赖波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学习这些生字的识字方法呀。我们可以看图识字，我们见过这叫什么？
屋檐。这个叫什么？帽檐。对，前边这个叫帽檐。檐可以组词？屋檐、帽檐。好，你知道什么叫屋檐？还可以是自理石子，比如说这个翁。我们古代的时候看一看，上面呢是一个人，这有一个，这显示了一条胳膊，下面是两片羽毛，慢慢转换成篆体字就成了这样，隶书这样写，现在的楷书就是这样写。翁它是一个形声字，羽表意，篆书中形似鸟的羽毛。公上面这个公是古代五等爵位之首，本意是鸟颈脖上的毛，假借指老翁。老翁就是年岁大的老爷爷。哎，老爷爷，对，非常好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毛，在写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最后一撇。好，我们伸出小手来写一写吧。毛毛毛，上下结构草字头，预备起。毛毛毛，上下结构草字头，横竖竖，横撇点儿，横勾竖勾撇，非常好。毛巧记是毛上长草，矛盾的毛，我们学过吗？上面加上草字头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识字小游戏，我来采莲蓬，看谁的眼睛睁得大，能采到最大的莲蓬啊。茅草屋，茅草屋。好，声音快点啊。屋檐，屋檐。出错了，出错了。赖皮，赖皮。玻璃脸，玻璃脸，玻璃脸泡。真好。这些莲蓬你都采到了你的手里边，特别厉害。现在我们要写一写这些字，但是我们要学会给它组词哦。毛可以组词茅草、茅屋。檐屋檐、帽檐。翁老翁、倒翁、不倒翁、白头翁。赖皮、赖皮、耍赖。哦，赖皮、无赖、耍赖、依赖，这个词不错。剥削剥夺，对，我们可以组词，有把握的剥削剥夺，我们就写那两个词语。好了，孩子们，现在拿出你的本子来，快速的在本上写一字一词。一字一词，身坐直，头正，身直，避开，足安。这个茅檐的檐，屋檐的檐，它可是不好写哦。你的右半边写对了吗？写对了，写对了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写写这个字。预备起，横竖撇点儿，撇横撇横撇，注意下面撇点点横横横竖横折横。这个字啊最容易写错了，笔画太多了。好，我们写过了啊，都是非常认真的好孩子。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一课的词语解释。清平乐，我们知道它是词牌名。乐在这里读乐，一定不要读清平乐啊。村居是这首词的词题。好，无音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小韵读给大家听。无音这首词是辛弃疾在闲居带湖今蜀江西时写的，此地古代属吴地，所以称当地的方言为无音。对，他就居住在那个地方，当地人就是当时属于吴地，所以称那里的人说话的口音就是无音啊。如果是北京人，我们叫他为京腔，对吗？嗯，古代的人那里属吴地，所以称为吴音。好，
下面一个词语，你来说，小树。翁媪，老翁和老妇。翁指的是老翁，媪呢？老妇就是老奶奶。好，最后一个词语，涛涛。无赖，童无赖，这里指顽皮、淘气。无，这里读无。对，不能读成死亡的亡，对吧？嗯，好的。现在我们自由的来读这首词，注意一定要读准字音，读通句子，还要注意停顿，注意上阙下阙。好，自己开始练习一遍。清平乐·村居·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香，溪上青草，翠笛无音香媚好，百花谁家梦好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的，小树你来读一读这首词吧。清平乐·村居·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笛无音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，请坐，读得非常正确。上阙中，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这句话它描绘了哪些景物，有什么特点呢？描绘了哪些景物呢，洋洋？它描绘了茅檐，描绘了小草。描绘了茅檐，还描绘了草。嗯，茅檐很低，同时不宽。溪上青青草，这个草是绿色的，青青的。在哪个地方呢？溪边。对，在溪边，它是青青的，真好，你是很会读书的孩子。我们来看，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我们能不能从图中找到茅檐呢？能。对，这里就是茅檐，看一看它的茅草房子又低又不宽敞，对不对？哎，溪上青青草，看看小溪边，还有青青草，这小溪边的青青草，我们认识到了啊。他这首第一句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草屋的茅檐又低又小，溪边长满了碧绿的小草。真不错。这个景物清新，也能体现出作者的喜爱之情啊。请读上阙的三四句，思考白发翁媪给了你怎样的感受。读。翠笛无音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无音我们已经知道了，相媚好的意思是相亲相爱。那翁媪指的是老翁和老妇，就是老头和老太太。对，看看他们这些人家，他说的什么话？无音。无音。看看他们说着他们地方的方言，一副相亲相爱的样子。这是谁家的老人呐，是吧？这是谁家的老翁和老妇啊？含有醉意的吴地方言，听起来温柔又美好。那满头白发的老人是谁家的呀？是谁的爸爸妈妈呀？谁家的老头老太太呀？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我问了，醉里吴音相媚好的意思是含有醉意的吴地方言，听起来温柔又美好。那满头白发的老人是谁家的呀？对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白发翁媪，很温馨的样子。相亲相爱的老头老太太正在悄悄地说着话。我们再来读一读词的下阙，
说说下阙写了哪些人的活动。读：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那你说一说，这都写了哪些人？大儿有谁？大儿子、中儿子和小儿子。啊，这三个儿子。注意啊，无赖、童无赖，这里指的是顽皮淘气的小孩，对吧？不是这个说话不算话，干什么都给人家耍赖皮的人啊。这个无赖指的是调皮淘气的意思。有大儿，大儿正在干什么？锄豆。锄豆。中儿正在干什么？织鸡笼。小儿正在干什么？剥莲蓬。对，真好。这里都能显示出他们一家人都是勤劳、懂事又很可爱的这三个孩子啊。人物各有活动，也能体现出作者对他们的喜爱之情。那读完了这些以后啊，你说说眼前浮现出了怎样的情景呢？什么样的大儿子正在小溪东面的豆田里干什么？勤劳的大儿子正在小溪东面的豆田里锄豆。二儿子正在院子里用灵巧灵巧的双手编织鸡笼。什么样的小儿子？顽皮的小儿子正坐在趴在溪边，趴在溪边，卧在溪边都可以。怎么样的哼着快乐的快乐的歌曲播莲蓬，看看是不是这样的？大家一起读，看谁坐得直，读的声音响亮。勤劳的大儿子，预备，起。勤劳的大儿子正在小溪东面的豆田里锄草，二儿子正在院子里用灵巧的双手编织鸡笼，可爱的小儿子正卧在溪边。开心的哼着歌，拨着莲蓬，真好。这首词中的景色充满了自然美，词中的人物其乐融融，让我们一起怀着对美景和人物的喜爱，齐读这首词吧。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预备，起。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响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音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老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，一定要读准确，读出你的感情来。我们看图填空，相信你一定很快的能会背诵这首词。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响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音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老。好，高博接着来填。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，非常棒，填得非常正确。我们一起来把填好的也来读一读。清平乐·村居，预备，起。清平乐·村居，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响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音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老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真不错，我们试着去背诵，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整首词它的结构。清平乐·村居一开始先写了茅檐，怎么样呢？低响。哪有青草呢？溪水。溪水青草。白发谁家翁老，他们这些人说着一口好听的吴音，他们翁老是相亲相爱的香媚好，
大儿正在出道，中儿正在织楼，小儿正在剥莲藕。所以这一幅画面非常的自然，而且又温馨，表达了作者对这种乡村生活、那个农村家庭的那种向往和美好。《清平乐·村居》这首小令描写了一个农村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。词人呢，把这家老小的不同的特点，好看一看面貌和情态，描写的惟妙惟肖，活灵活现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表现出词人对农村和平宁静生活的喜爱。我们一定要理解词人为什么写这首词，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感情。另外呢，像词我们还可以再读一读辛弃疾的这首词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谁愿意读给大家听？呵，你们都很厉害啊。好，诗韵你来读一读。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宋·辛弃疾。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好，真不错，读得非常正确，可以你来读一遍。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宋·辛弃疾。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真不错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吧。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预备，起。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宋·辛弃疾。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不错，看谁能把它准确的写出来，写同音字，波夺、波浪、广播、波拉，看看能写对吗？能。好，波波都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它吧，这些都是同音字，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。波夺、波夺，预备，起。波夺、波夺、波浪、波浪、广播、广播、波拉、波拉。好，言屋檐、屋檐、屋檐、檐阁、檐阁、语言、语言、边言、边言。对，同音字它不同的词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写出不同的字来。请你写出《清平乐·村居》中采用白描手法描写三个儿子的不同形象的诗句吧。大家一定会。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虽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真不错。读一读下面几首诗，猜一猜是描写什么儿童生活的什么场景，连一连。我们来看一看。绕池闲步看鱼游，正值儿童弄钓舟。钓鱼。好，再看。童子柳荫免正住，一牛吃过柳荫溪。放牛。好，第三行谁来读给大家听？涛涛。知有儿童挑促织，夜深篱落一灯明。干嘛的？这斗蟋蟀。斗蟋蟀。最后一个谁来读给大家听？好，诗韵读。结伴儿童酷一红，
手提线索骂天宫。这是干嘛的？放风筝。放风筝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个正在干什么？钓鱼。第二个干什么？睡觉。第三个？逗蟋蟀。第四个？放风筝。好，我们能弄清楚吧？能。好了，孩子们，《清平乐·村居》这首词啊，我们就学完了。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让我们全体起立，来把它背诵一遍，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预备，起。清平乐·村居，辛宋·辛弃疾。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翠绿无阴香媚好，白发谁家翁老，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好了，请坐，背得非常正确。好了，孩子们，这节课呀，我们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起立，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，请坐。